这是吴景雪和女儿女婿的日常，清晨忙着制作的是等等要出货的蛋肠。因为这毕竟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，那手工的，那真的知道的人也已经很少，所以更不要讲真的会做的人就更少了。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继续延续下去的话，可能5年10年后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蛋肠了。其实女儿赖应莲本没这使命感的，即使知道妈妈手艺珍贵在于会的人不多，全台只有基隆的他们和另一家人在做而已，她以前也没打算要学要接手。你看我这每天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然后要回来做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哎呦太辛苦了。我觉得以前看她这样在做，冬天的时候做，然后又很冷，那个手就是都冻僵了，她就是做一做去泡泡热水，然后让手可以稍微舒缓一下，然后再继续，我觉得非常辛苦。然后夏天的时候站在那个锅子前面很热，满头大汗这样子，我就想我绝对不可能来接这个东西。但生命中有些安排就是很巧妙，本来和马来西亚籍的丈夫郑静文在印尼创业做海藻海带贸易的她，9年前先是为了孩子就学不得不回基隆，没想到不久之后丈夫也跟着来到台湾。我们在国外的就是生意就是市场有稍微萎缩了嘛，然后我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，然后干脆结束就算了，然后就回来找看有什么新的生意可以做，然后就刚好这么巧合，就是我丈母娘以前的这个生意又遇到她有这个病痛的关系啊，然后就没人接手啊，啊家里的小孩全部也不是很愿意接手。她也没想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另一半竟改变了这家传小事业的命运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厨长厨的，也是他愿意帮忙，不然我也没得做。那时妈妈颈部开刀需长时间休养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生意到此为止了，因为做蛋肠不容易，原料就蛋液和猪肠，但不够新鲜干净，风味会完全不对。肠子的那个腥腥有没有都要洗掉，所以这要洗很多次。光一篮猪肠就要反复冲洗沥水至少20分钟，吴金雪还坚持把内部脏污油脂完全剔除。真的很费工哎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油太多的地方还要剪掉，因为你油太多的话，我们下去煮的时候油会爆掉啊。得处理的细节很多，要洗要搬，这对于术后的病患来说很是吃力。如果没有女婿帮忙，就算女儿肯学，光靠母女俩是负荷不了的。帮我拿进去，就这样接手，就是我要开始灌。所以当时他好纠结是否该作罢，但又放不下，因为这可是打拼大半辈子的心血。吴金雪早年离婚，一个人带4个孩子生活，日子过得辛苦，改嫁后开始帮夫家卖肉羹小吃，那时公公为了增加收入才做蛋肠。基隆港嘛，那个工人多啊，工人的消费都比较没有那么消费那个钱、啊、品质没有那么的高消费，他们看花不起，舍不得花了。这要这样讲，要讲说舍不得花。啊，那么有人在看他们做一口吃的香囊，说：“哎，这里面如果加个蛋也不错啊。”然后就想一想，就做了。没想到这小点心很受欢迎，慢慢成为生意主力。别看它原料简单，做起来可不简单。蛋液流动性大，不能久放，灌肠就得有效率和技巧。等一下你再看，我再灌一条给你。啊，真的破了。那怎么办？就这里再打个结，这里剪掉。边灌要边注意肠衣状态，动作要柔，手劲要足，才能均匀结实。把空气再挤回去，筒子里，然后再下来，这样子煮起来蛋才会绵密。其实他这媳妇本来光卖肉羹就够忙了，不必再做这些的。但吴金雪说，可能是从小吃苦惯了，他做事很拼又有效率，员工忙不过来，哪有不帮的道理？没想到做着做着就把这手艺给学会了，还做得更出色。因为他对每个环节都很要求，灌肠得粗细一致，煮肠更要会拿捏火候。跟着做3年的郑静文到现在都还在学。啊，这个煮过头了，包掉了。有时候我们一个分心去处理的，跑开个2分钟，上个厕所回来啊，整锅都爆光光了。
那就有那就白做了。有时候那个换了新的瓦斯桶，那个火候太大，就太旺嘛。那个一放下去，还它肠子全漏光，那蛋液全漏出来，那整锅又报废了。只要开始煮，人根本走不开，一起锅还要马上适度吹凉。就是吹到差不多凉了，你觉得它上面水分稍微干了就好了，因为它吹太久，它皮会太干，太就是咸咸这样子，就也不漂亮。以前还没有做的时候不知道，然后现在开始接手之后才发现，哇，真的是好多。这些都是蛋肠至今无法以机器生产的原因，所以赖应莲当初真难想象丈夫愿意做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能后悔哦，你不要接了然后觉得太辛苦你就要跑掉哦，是你自己答应我妈的，你不能跑掉哦。其实郑静文是有考虑过的，传统的手工艺品哦，或者是食品哦，是会越来越少了，在以后的肯定是越来越少，所以大家就是你今天不做的话，就永远都流失，就不见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做下去的话，可能这东西就变成大家珍惜了，所以它的市场还是会维持在那里。努力替自己找路走，也能让岳母的付出不白费。毕竟吴金雪这些年为了做好蛋肠，牺牲很多。他像他做这么久，他都这样摸，叫我这样摸我不敢，我都戴着手套。我戴着手套摸不准。对，我空手摸我摸不准，因为太烫了。手因灌肠扭结、长茧变形，颈椎也出问题。几年前被又麻又痛，紧急就医，才被告知需要动大刀。他就说那个什么。就拿太重了，那个颈椎神经压迫掉，好像是很多节哦，三四五六七哦，很多节。然后讲他那两边的那个血管啊，已经三分之二已经堵塞到了，你再不弄不行。真的有用的，开刀麻醉还没过，这边都不会麻了，不然本来是没办法躺的就一半边都麻掉了。所以赖应莲本也以为妈妈伤后不会再做，于是开了咖啡店，母女俩边做生意边顾孩子，没想到老客人纷纷找上门。哎呀，我头家娘啊，你搁做啦，你搁做啦，我用你的物件较惯习啦，其实是东西就是这样啦，你用习惯了。他们的信赖让吴金雪动摇了。他要做，他就是要做，那你不帮他，他自己一个人做，我又看不下去。我想，好。好，就一起吧。再加上后来到台湾的女婿也很支持，三人才决定再把停摆多年的蛋肠生意撑起来。只是那不简单。他在休息的那几年，就是我们客户也会流失了很大部分。然后我们再回来重新做的时候，一开始那客户慢慢要回流的那一段时间会比较辛苦，会很怀疑了，我们会很怀疑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再做回以前的生况量。还好夫妻俩不怕苦，一步步跟着学。赖应莲负责网络行销，开拓客源，试图让年轻人认识这传统特色食物。郑静文则每天亲自送货，把服务做好。每个父母都会替小孩啊，不要大家小孩做得那么累啊什么。可是一样啊，就像我说的，每行每业都会辛苦，辛苦过后你就会变轻松了。果真几年下来的努力，客人渐渐回流，和小吃店、卤味摊、火锅店都稳定合作。那每天都要送？对啊。那下雨呢？台风？一样啊，照送。他们生意很好。只是就在慢慢站稳脚步时，又有挑战上门了。那是2023农历年后的缺蛋危机。那时候妈妈也是透过南部的朋友，我们就去找，还有我的一些客户在团购蛋厂，就帮我们找了鸡农，直接就从南部的鸡农就是送蛋上来。可是毕竟就是只能这样子几箱几箱的抽，对我们的量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。那就没办法，就到处抽啊。那时候应该压力很大吧？对啊，每天晚上就是打电话联络，明天有没有蛋可以来啊？明天有没有蛋啊？
但还好一家人始终站在一起，想办法闯过难关。现在看到这圆胖如马卡龙般的鲜嫩蛋肠受到肯定，赖应莲好有成就感和使命感。做久了其实也觉得也是蛮有趣的，人家在问你在干嘛，做蛋肠什么东西啊，然后就讲给他听，我就觉得也是蛮骄傲的，因为别人不会，别人不懂，我们就是这么独特，这么独特的东西是我们把它保持下去的。看到妈妈因为有目标而恢复活力，所有的辛苦就都值得，满足吧，很满足啊，人家认同我们的东西啊，还有认同我们的做人啊，辛苦有代价啦，回甘了。